欢迎收看幸福按个赞，快乐希望永相伴。大家好，我是昌邦。出门旅游是一笔不小的花费哦，但是能省则省啊。像是带长辈啊或者小朋友去搭车或者去游乐园玩的话，有一些门票呢是其实是有优惠的，一定要来争取。另外呢，提早来上网订机票或者饭店的话，也有好康可以抢哦。不过当中有许多的消费纠纷，提醒你要特别注意。所以在节目当中呢，请到了消费者文教基金会南区分会的主委刘聪仁刘主委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刘主委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消基会南区分会的主委，我叫刘聪仁，目前任教于国立高雄参旅大学。那很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过来这边跟各位观众朋友呢能够分享一下有关一些旅游方面的消费的知识，还有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事项。是，欢迎主委来到节目当中。那首先要请问一下主委哦，就是我们的旅游产品其实有些价差其实是蛮大的。那在这个旅游定型化契约里面，是不是有一些项目是规定旅行社必须要揭露这些价差的？依据这个国内和国外的这个旅游方面的定型化契约哈，大概我们最主要的这个费用里面必须要揭露的哈，第一个当然就是所谓的这些服务的费用啊，这些东西。然后第二个我们会比较大的东西就是交通的费用，交通的费用必须要清楚的列出来，就是像飞机机票也好，或者是说游览车的费用啊，还有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住宿费用，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餐饮的费用，吃的部分，对，吃的部分。然后第五个就是我们一些门票啊娱乐方面的费用，景点的门票，这些是属于游览方面的费用。第六个就是有些接送的费用，像我们从住家啊到这个到机场啊等等的这些费用。那领队的服务费用是第七个。第八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些保险费用，是像有一些目前来讲我们国内旅游也好国外旅游也好，他们都有一个所谓的责任保险和履约保证险。那还有一个就是像行李的费用有些他会去界定好，就是说我现在搭的是什么样的，然后你的行李超重啊也好，或者是说我可能有一些行李其实是必须要付费的，他会挂在这个里面。那最后一个就是其实我们有一些税，各个国家的税不一样，如果你出国的话会有税的问题，机场税还有甚至以像如果我讲的比较那个，像我们去有一些新加坡其实连吃饭都要付税就是要纳他们的消费税这样子对，新加坡，然后像在欧洲我们谈像去有一些国家像意大利啊，像法国啊，像德国比较少啦，意大利比较多。意大利入城税，它有所谓的入城税那可能就会含在交通的部分。没错，那新加坡这个餐的部分，那可能就含在餐里面所以比较高。目前的规范是在所谓的这个旅行的旅游的定型化契约里面，必须要把这样的东西其实很清楚的把它列出来。机票、交通行的部分跟餐的部分，其实都影响整个价格。比较大的大概就是这三个东西的影响，就是交通、住宿。住宿就是看你的房间的等级会有很大的差异对，所以每个旅游产品的价差就看每一个人的接受的程度。没错，那当然要仔细看里面的内容，贵到底贵的合不合理其实这个还蛮重要的。是的。好，那这一次的这个消费者这个月刊里面特别针对了这个旅客分龄的这个价差的部分来做一个探讨像这些长辈啊65岁以上就会有一些优惠价，或者说小朋友的部分，那旅行社有没有遵照这个部分，或者还是说都是一口价都是按照一个价钱收，可是消费者没有注意到这个部分就一样把钱付出去了，有做这样子的调查，然后结果怎么样？消费者杂志呢其实这一次做的调查应该是做第三次了那从两三年前的时候开始做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就是说其实我们那个时候特别去跟观光局要求说，观光局是不是在这个旅游的定型化契约里面其实应该要加注这一项其实后来是有加注这一项国内旅游国外旅游其实都有分龄价差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就是都有，它必须要标示说对于小孩就是2岁到11岁这样的以下的小孩
它可能是站床不站床，可能是还有旅游方面的一些门票的价差会差很多，还有老人是指65岁以上的老人，他会有也是一样会有门票上面的价差，还有旅游交通费上面的价差会有这些价，那他必须在他的这个因记载项目的后面的附件里面必须要把它标注出来。那这次的调查，其实我们调查了10家旅行社，那这10家旅行社其实很可惜的，其实都没有标注。那有几家是他有特别写到说，有关于这个小孩啊，就是他按照那个地形化契约，就是小孩跟老人的这个优惠方面的价差，请看附件，可是他没有附件。就省略掉，就省略掉附件，睁大眼睛看这样。对，我拿我自己的例子啦，有，其实这个部分，消费者是可以要求退费的。是，有一次我跟朋友到日本去旅游，那当然我们会比较清楚这样的概念哈。那一餐有一次餐点，他因为身体不舒服，所以他就跟领队讲，就是说他那一餐他就不吃。那其中有一餐不吃。不吃的情况之下呢，我后来去跟那个领队我说，你这个是算人头的，我现在少一个人没吃，这样子这笔钱是不是要退回给我的消费者这样子？后来领队说 OK 啊 ，OK 啊，对啊，这个需要的，因为他们是拿着钱出去。多少他就付多少给那个有多少人坐在那个位置上，没错，他就付多少的餐饮的费用。如果没有吃，他那笔钱当然要还给人家。前提是有一个，就是说他是按人头，人头来计价的。好，如果他并不是按人头来计价，假设说我今天团体票之类的，我今天是一整台车出去，就是我整个包车出去，你不能说啊，我今天就没有出去这样子，所以那个车钱要退给我，不行啊。因为他一台车就是固定的费用嘛。对，你载30个人或载到40个人，其实是费用是一样的。那你报团客35个人，那我没有办法说少了5个人，另外退你要5个人，没错，可是还是一台车出去了。没错。所以这样还算合理啦。对，就是原则上就是以人头计费的话，就可以单独退那个人。好，用餐的部分或者说门票的部分。对。像我这次去贵州这样旅游的话，那导游也有说，这个65岁以上的请举手，然后拿出你的那个身份证识别。那大陆也会可以识别，就是每个人的年龄就是按照你的身份证 来做退费的部分。是的，很多的所谓的游乐园啊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森林游乐区啊等等，它其实有很多种的优惠，包括老人的优惠，老人可能半价。小孩子只要有学生证，学生证可能有学生的优惠。还有我们国内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就是我们国内有个志工证，只要你拿志工证，你只要付所谓的保险费，你其实是可以免费进去里面的。有，所以你只要出示你的志工证，像我自己是老师，有时候老师有所谓的教师方案，教师方案，那我们就出示了之后呢，其实领队都是现场买票的，在现场买票的过程中间，你只要跟他讲。事实上，他这些费用某些部分其实他是会退还给你的。对，个人的部分可以当下，没错，在买票之前，赶快跟导游或领队来要求说，我要用什么样的优惠，或者说我去跟不去，没错，入不入园，都还是有这个退费的机制，这样就可以省一笔。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让消费者其实有一个，当然除了我们的调查，我们调查是从比较公开的资讯上面去看，除了这样的调查的内容之外呢，我也提供给消费者，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方式哈。那当然，这个东西必须要在你出去在旅游的当下，其实必须要跟领队那边有一些沟通啦。那说实在话，有时候我们也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因为你为了要去举证这些价差的问题，可是当场如果领队不退给你，那其实你也没有办法。可是就是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说心里不舒服，旅游上的不愉快，旅游上就不舒服，对，
然后就会觉得说啊，是不是我被坑了什么东西啊，或者我怎么样啊，那造成你旅游上的不方便，其实对消费者也是一个困扰就对了。哦，其实比较贴心的导游领队可能在出发之前就先调查应该需要，对65岁以上的长辈有多少，然后刚刚讲2岁到11岁的儿童，没错，那在购买门票或者说车票的时候就可以问了啊，是要65岁以上的，然后就举个手啊，要买票要去不去，要买什么样的票，就可以做一个调查了。这应该可以做得到一个贴心的行为。我觉得旅行社应该去做这样的一个贴心行为。之前教育、会更好，让这个导游领队知道，对，会更好。那也让消费者其实在旅游的过程中间会觉得说他是受到重视的，受到有这个服务上面的重视这样子。OK， 好，那谈到这个旅客的这个分龄价差的部分，有一些小小的钱可以省啊。那另外一个方式呢，就是如果说算是个人行的话哦，我们自己来订这个机票啊，来订这个饭店，其实也可以省到一些钱。用廉价航空的这个机票比一般传统的机票来得便宜，但是呢，当中还是会有一些退票方面的一些机制，会有一些限制。可不可以请诸位来帮我们说明一下？是的，我们大概廉价航空其实它的兴起其实是因为有非常多的消费者，他希望哈，他的他其实搭机出去搭飞机呢，他希望是一个精简的方式的方式去做旅游，所以说他其实不需要太多的服务在这个飞机上面，而且他的所有的行程啊等等，他都觉得说，哎，我可以朝向我们现在常谈的叫做小资族的这种啊。小资族的旅游，我可以用比较省钱的方式，我就可以去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国外旅游的方式。那所以因运而生，所以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航空公司，他说好，那我就减少一些服务项目，假设哎，我可能是你的行李只能带一个随身行李，多行李那我就是多付钱，托运行李的话要再加钱，然后飞机上面就没有提供所谓的用餐的服务，飞机餐，对，所以飞机上可能就是说你要喝水好没关系，一杯水多少钱，你要喝果汁好，一个果汁多少钱，对，就不是飞机上就没有所谓的免费的服务这样子。那所以他的空中服务员呢，就我们讲的空服员就会少一点，就会少一点。那飞机的部分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它的飞机其实在搭配上面它会比较紧缩一点，包括飞机的数量也好，或者是飞机在整个飞的航班上面的这个东西，它因为人力缩减嘛，然后还有整个公司对于营运方面的费用其实是缩减的，所以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另外一个就是他会希望说最好消费者可以提早订票哦，提早订票，提早订票，而且提早，而且是固定的，是就固定的时间，让他知道说这个航班的这个满客率有多少，对，哦，他比较能够再处理后续的票，没错，很早就会提供一些优惠的票啊，甚至6个月、3个月之前就开始有一些优惠的票出来，没错，大概都差不多是六个月之前，但是你想想看，我们常碰到的情形是六个月之前我可能预计六个月之后我要去旅游，可是我今天去订了这个机票，到了这个3个月前的时候我发现那个时间我没办法出去，那对不起，有时候可能很多的这个消费者必须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如果你订廉价航空，当然便宜的东西它一定要求你是就是限制会比较多，你订了之后限制就比较多，所以你不能改航班，这个东西可能是在交易上面它在交易须知上面其实它就已经写出来了，交易须知要特别注明，那改航班如果你真的要改航班你需要付出的手续费是多少，其实也在交易须知上面就会写出来，那还有我们其实在旅游商品上面我们有一个几天以前的就是说所谓折扣的那个概念，就是如果我要退票啊，我可以退多少钱回来这样子的概念，那联航有吗？联航基本上还是看它的上面的交易须知，对，如果它交易须知是说都不能退票，其实我们现在也碰到的在一般的品牌航空公司里面它有时候的促销票其实也不能退票，对，就是它价格已经很便宜了，价格便宜的，所以你就订的那个时间就可能类似100%你那个时候就一定要用到那个票，是的，如果你再更改期限的话可能就等于是归零了，是的，就没有办法完全退票这样。
可是最近有一个案例，就是说有个先生他在退票的时候，虽然联行有特别提醒，就是说如果按照任何手续的话，最后退票是费用是零，就连退的金额是零，结果他还是完成了退，他以为退完之后再改班机这样子，结果退的时候就等于他那个票的权利已经没有了，没有，后来才跟这个法院法官这边来做一个申诉，对，后来有对联行这个部分，一般来讲是因为他的交易的这个交易须知，还有就是等于说我在买卖的时候，买卖的契约就写在那个地方。那可是消费者会认为说，我没有办法那么详细看这些契约啊。而民航局也可以召集这些联合航空来做一些合约上的做一些协调吗？我们希望也是如此，但是其实会碰到比较大的问题。其实廉价航空不是每一个航空公司在台湾都设有公司。是哦。如果今天这个航空公司在台湾并没有设所谓的分公司也好，或者是他自己本身的营业场所在这边，那民航局可能民航局也好，观光局也好，其实他也无从去约束他们就对了。就是从这个部分变成是，他也只能消费者去遵从说他在网络上所规定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须知。所以在订这个联航的时候要特别这个注意啊，订票跟这个退票的部分的一些限制。是的。那如果说是他有在台湾设立分公司的话，在这个申诉的部分就比较好谈。对。那我们在购买机票，其实个人出去哈，我其实在这边再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跟这个机票的价差其实会有很大的差异点哈。例如说我可能在我曾经碰到的一个案例是，有一个消费者，他可能是一年前的时候，他看到这个机票其实是很便宜的，是。那他可能订了。假设哈，我今天是飞到日本，飞到日本大阪，那我可能订的机票是2000块钱，来回这样子，来回哇，很便宜啊，对，很便宜。结果他就加码就订下去了哈。那通常个人去订机票会产生一个什么问题？我这边可能也跟消费者在做一个那个哈，就是个人去订机票的时候哈，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哈，因为你等于你自己在操作那个订房的，自己在操作定位的那个东西，网络流量的关系吗？不是网络流量关系，因为通常我们去订所谓的国外的航空公司的定位的记录的时候，他会要求你要输入所谓的英文姓名。这个英文姓名一定要特别注意，跟护照一样，跟护照一模一样。只要你差一个英文字母，对不起，那张票不是你的。因为你登记的时候会要看护照对照英文名字。这个是在国际的民航法里面它的规范就对了，因为其实这个是有关航空安全的问题，就是说一定是需要有你自己的名字，跟你的护照上的名字一模一样，那你才可以登机就对了。那如果跟你的名字是不一样的话，其实他是不会让你登机的。那不让你登机，你被挡在门口。那如果今天我订了2000块的票，就我被挡在门口，我在柜台的时候就已经被挡住的时候，那航空公司，你跟航空公司讲说我一定要飞这一趟，这时候怎么办？航空公司会告诉你，你现场买票。你知道价差多少？2000块可以变成15000块。对啊，在机场里面跟柜台买机票是最贵的。对，在机场柜台买票是真的是最贵的。那你事后要求赔偿，他可能赔偿你2000块。我就说2000块，我退票给你，就顶多退你那个一年前买的那个票价。2000块的票，可是你当场你买的这个票价，那个是没有办法的。是，所以主委的意思是说，如果自己买票的话，这些操作的部分要特别注意，必须要特别注意，特别是英文名字的部分。对，好，英文名字。那如果反过来讲，如果我跟旅行社来买机票，会比较安全一点吗？就是这些查核的部分，旅行社会帮我们做把关。目前旅行社好处是这样子，就是说我觉得啦哈，我自己在买机票的过程中间，其实旅行社现在的旅行社都会要求说，你先把护照传真过来给我看，他会帮你核对，我再帮你核对之后，然后帮你到那个系统上面去登录你的姓名。那如果你的护照传真给他，除非你护照作假啦，就一般来讲是不会啦，就是说如果我是把我的护照传真给他，旅行社基本上不会犯这个错。那如果这个错是旅行社犯的，旅行社必须要赔偿你其他的那个机票的费用。对，
好，那如果说还有一种状况，就是我们买，比如说机加酒之类的，会跟旅行社买嘛。那如果说在飞机的部分，或者说酒的部分，就是饭店部分出现状况的话，旅行社也要负这个责任哦。通常会，嗯，所以这个部分其实等于是说我们提到就是把风险转移嘛，转移到旅行社身上去。那我们请旅行社当然就是帮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旅游方面的代理，旅游的服务。那相对而言，你就说消费者讲说我自己去订可能比较便宜，旅行社订比较贵一点点，但是这种就是你要不要给人家赚钱，你要不要让别人来服务你，然后你可以出去过得比较舒服一点，这样子。是，好，那订机票这个状况，另外呢，订饭店其实也是这样的状况。对对对。可不可以请诸位来讲一下？好像有个叫做跨境消费的部分，好像也是跟这个订房网它的这个设立的公司是不是在台湾，其实消费保障的部分也有差别。有很大的差别。像我们现在我知道现在我们消费者其实很多人很习惯自己上网路啊，然后就去做订房网站方面的一个订房这样子哈。那通常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广告，好像这个最近电视打得很红的那个 T 开头的去什么东西的那个哈，还有 A 开头的，还有那个H 开头的，很多好，这一些的订房网站，其实哈有时候我们上去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一点，就是说有时候他标的价格，我自己就曾经碰过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在上面标的价格看起来是很便宜，可是他后面会标一个小字，因为他可能没有含税，他可能还有含服务费，这个服务费 10% 是没有在含在里面的。那我看起来我会觉得哇好便宜哦，结果我就给他定下去了，结果后来含一含之后，其实跟原来我去请可能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价格其实是差不了多少。是，那会碰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当如果我自己到网络上面去订，去自己订这样的东西的时候，会有一个有一个问题比较常会发生，就是说因为那个是国外的一个订房网站，它是所谓的第三方的订房网站，那第三方订房网站它收到你的订单的时候，它必须要去跟当地的这个你的目标的这个旅馆去把你的订房记录传送给他，他可能用电子的方式、传真的方式、各种方式都有可能。那我用他用这样的方式传真过去的时候，也有可能他会有疏忽，有漏失掉，饭店没有接到这个订单，饭店没有收到的时候，当你到了现场，你去跟饭店讲说我有订房，可是饭店一查说没有，他没有收到，那这个时候你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消费方面的交易过程是这样，就是说我是跟谁交易的，所以你的消费的那个纠纷就是跟谁，就是钱你付给谁，那可能就是你跟他的关系，你的申诉可能就虽然你跟这个付钱给他，然后去买另外一个东西，对，那另外一个东西他可能没有办法对你是有直接的服务。没错，如果说旅馆就是他本来就超卖，旅馆很多超卖的也有超卖，或者是他就故意啊，他就没有收到这样子，或者是因为那边的疏忽没有收到这样子，那你去的时候他没有房间，这时候你只能去跟订房网站申诉。是，好，那么在节目最后，我们请诸位再帮我们统合做一下，旅游想要省钱，但是也不要省过头，那有哪些要特别注意的，帮我们列个几个重点好吗 ？OK，那我们今天其实谈到几个项目哈，第一个项目就是机票的部分哈。机票的部分当然我们要特别去考虑到说你省钱你要考虑到说是不是你一定要去搭廉价航空，廉价航空你省钱一定会有它的风险，对，是。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要自行去订机票的话，那这个风险也是自己要承担就对了。对，第三个我们去想想看，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说订房网站的部分其实它会有一些可能跟到时候你到的这个旅游的现场到旅馆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风险产生这样子，就是他有没有送这个订房记录过去啊，或者是没有送订房记录过去，所以主要是看你交易的对象跟谁交易。那我想在最后还是呼吁大家哈，有一个也是包括旅行社也好，就是
还有包括消费者也好，当我们是有，因为今天最主要我们消费者报道最主要主题是在谈到的是幼儿的这个旅游跟这个老人方面的旅游分龄优惠的，所谓的这个价差的问题，分龄优惠的问题哈，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哈，只要旅行社多花一点心思，多花一点这个想法哈，多去照顾一下这样的弱势团体哈，那我觉得整个旅游的过程，消费者会觉得会感到非常舒服这样子，那也可以享受到好的旅游的品质，那我相信旅行社的口碑也会因为这样子好慢慢提升向。好，慢慢提升上来哈。那我们希望呼吁这个双方面呢，其实都可以真正去认真去看待我们整个旅游方面的品质的提升，这样子其实对国人的旅游方面呢，其实有非常正向的帮助。是，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消费者微教基金会南区分会的主委刘聪仁刘主委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些旅游省钱的小 paper， 但是也要避免这些消费的纠纷，提供大家做参考。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幸福按个赞，我们下次再会。